观呼吸的时候，心总是会去关注身体，例如觉得心脏像被绳子捆着，怎么处理？舒呼吸的时候呢，应该是我们的全身关注的去这个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舒子，应该是正常的情况下，他这个时候是不会去关注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修法里面呢也没有这样子的要求，但是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，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点，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不太正常啊。那不太正常，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啊？我们就不要去在乎啊，不要去在乎这个事情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我们不要继续啊，这个去关注心脏啊，关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，尽量的让它回来。啊，挥到这个数字啊上面，让它继续数这个数字。那然后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，这个去关注了身体的某个部位，然后让我产生不舒服啊。如果有这样子的话，那就不要理睬啊，不要去在乎，这样子它就会自生自灭啊，这样子就应该没有问题了。